你会买百汇吗？来，手伸出来吧。。Sorry， 来。那个主菜的节目。不是。冰冰好料理啊。不是。那个奶哥最近开的另外一个节目。也不是的，答案很明显。Why？ 他是 Why girl 啊。Why girl？ 那个王牌大就是不讲理。什么节目啊？什么节目？哪一个？那今年的 Why girl 有几个？有两个。一般的话，同时节目的时候有两个。所以是赵尚维来选的吗？我们的试镜标准就是 C cup 以上。对，所以制作人跟你讲这个要求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不开心吗？想说干嘛只看我胸部？习惯了啦，因为这一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这行没有这样，这行本来就会看身材，只是他讲的比较清楚一点。因为这边有几位都是那个常常出现在那个节目里面的贵宾，对，所以你比较喜欢谁？我当然喜欢赵哥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赵哥真的很 man。然后讲脏话的时候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，他就是一个爱发脾气的老头，死人呢？为什么？没有层次，好平哦！他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两个人呢。你看看推卸责任，你应该是为什么？认出来吗？也是会。那现在有开始有机会说话了没？我们身上基本上是没有别麦的啊，对，所以就是可能小梁哥或者是黄老师靠到他靠到赵哥的边边去，用他的麦克风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靠到我，是梁鹤群或黄国伦，他们会给他有发言权，所以你也不太好意思乱把话 pass 给。不会，我们不会再给坏女郎做太多的事情哦，怕他们负担太大。这个手势是什么时候发的？我随时都有神来一笔的东西了。是，太有才华了。基本上综艺节目我不喜欢 C。